乔治在电视这怎么能露出来呀？这样。要演一个角色或完成一个作品，除了自己的喜好，还有更多的是表达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性的表达是让我觉得是充实的，是多面性的。我觉得这种风格应该都是我们演员来说应该都想尝试的，不同的这种挑战和诠释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这个支持我们乔岩的心事。